哎，这个刀仔真正无啥共，安尼我要选择一支啦。现主是要做阿女物件，当然嘛摕阿女面刀，怣。不过我等下要做其他的工件，安尼我咩分啊？这你问我就对啊。若是要刻模啊，寸尺若要爱水哦，你就要选旧刀，做出来工件就是水，准度好。好，我下起来。注意听咯，若要高转速的切削，就是爱选这种的，速度紧，高稳。那这个看亲像翻白刀啊，是啥物啊？这是粗细刀，主要是用来当切削、白晒好，用在粗加工。咱买这间的产品，全部拢是德国进口的高级塔钢炉，瑞士进口机台做出来，品质一定比人较好。这样好用的刀是啥物牌子啊 ？ECIO 一手。易上手，好用，好上手。ECIO 易上手，那亲像我这种新手买当用啊。就是啊 ，ECIO 上经典的骑士刀，上有动效。ECIO 易上手，一支会使当别人几落支，各种做耐用的。照你安尼讲，各支拢做耐用的哦。就是耐用才会买啊，无你当做头家读甲歹去哦。啊，头家读甲歹去哦。你哦，头家读甲歹去，才会请你来。塞塞，卖走啦！我知影 ECIO 上赞，品质上好啦，等我啦，等我啦。